今日又去再行下啦。我对面有一间好劲嘅庙诶，夸张啊！嗰个庙而家系接近八点，已经八点出噶啦。下了巴士去找我们今天要坐的 train， 今天的 train 很隐蔽，十字路口就这样，其实都真的挺隐蔽的。这个 train station 的名字叫西大路三条。啊？哇！它的时间是以字来写的，一二三四，看到没？好了，每个 train station 呢一定会有的就是 vending machine。
开花中，收口吧。天晴。啊？天晴。咁点啊？一日啊？天龙节。好，天龙节。天龙子，我哋入天龙子。So big the正確嚟講係超讚。哇，好长的路啊！三脚洗容，咩叫三脚啊？哦，好叻啊你，又知嘢，系咁快就可以唱识英文。哎，我哋有冇遮？有冇测超？真系啊！干晒，喺呢间大嘅选佛场，选佛场嘅左手边又有一堆一堆院，咩院乜院，就系、是、咁样，好似住宅区。住宅區咁嘅，哇！飛嗰度吧，買飛入門，大人500，細路300。哦，嗰、那個，哦。吹鞋嘅，除咗鞋之后就入去啦。呢个咧就系飞机，哇！出たら必ず右へ帰っていただくようにお願いします。
我哋嚟到竹林啦，好靓啊！好靓啊！亦都好多人。呢、这个 corner 位好靓哦！阿拉西亚吗？在哪？呢个系个图。对，一只一条好细嘅龙。
上緊小火車。哇，個樓梯。我哋坐四號車，然之後二號位。車站出咗嚟之後咧，就係咁噶啦，要行幾分十分鐘啦，去到 JR， 之後再搭去下一個。呢度咧就係出口啦，啊，放好重嘅車。呢個就係小火車嘅第一站啦，好多人會喺呢度上車。就喺 JR station 嘅出口啦，之後左手邊就一個雪糕店，之後就係路啦，商店街吧，而家去行商店街 ，Let's go， 我哋到咗商店街啦，之後學生旅遊團都嚟埋喎，啱入咗去。Thank you.
你啲四號啊，好靚啊！嚟到另外一個點啦，呢個就係嗰公園啦。之後呢度就係橋嘅另外一端，就喺呢度個幽靜，冇咁多人。公園公廁，嗰度有一間咖啡，係點嗰度冇開，因為都冇人。之後呢一間好似係 resort 餐館。橋的另外一邊的公園